桑鸟逐叹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事处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你就休了我。我不休。休。屁不休。我休了你。我拒绝。除非你写出七出，有男人的七出吗？嗯、七出是吧？听好了，你呀、啊，你不行，不能，不去，不懂。丁。什么不懂啊？你说明白了，我不懂。哼，你已经自问自答了，哈。另外加上不风趣，不温柔。好、哦，不行，不能，不俊，不懂，不风趣，不温柔，这就六出，还少一出，对吧？嘿嘿。这第七出嘛，你听好了，这第七出嘛，你不怎么样？就这一出够充分了吧？我哪儿不进去？该是哪儿是哪儿，你还好意思说啊你？我们又不是没有偷偷好过、啊，三年前我们就是那么一点点，不就成夫妻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还经常出国去看你呢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啊，我还一三五二四六当当呢，你呢？啊，你一年才当半年，你还能当我丈夫啊？亏你想不出来。一点爱心都没有。喂。喂。好了，你其实也挺可爱的，在看不见你的时候啊，我有时候也挺想你的。真的？是啊是啊是啊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我是七煞入现夫妻宫，注定是要聚少离多才能够白头到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离远一点，离久一点，这样才好，懂吗？这就是我那个未婚夫，名扬蜡枪头，重看不中用。啊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啊。不过呢，这个250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用。就像昨天吧，昨天啊，要不是他，我那个弟媳妇儿可就惨了。你刚说什么？谁惨了？我们家的小媳妇儿呗。为什么？昨天呀，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翡翠扳指，结果被姨娘发现了，说他身上不会有那么好的玉器，肯定是偷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闹大了呗，又是打又是骂的。他打他了？徐凤琴打人，那还不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啊。那小媳妇儿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
反正不管有多严重啊，童家是卖药的，多的是跌打损伤的药。那卖棺材的就可以打死人了，过分。喂，你对我那么凶干嘛呀？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嘛。对不起。那后来呢？就一直这么冤枉人家？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媳妇是被冤枉的？我，哎呀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？后来呀，他不多亏了我。你？对呀，我跟他说啊，那个扳指是我送给他的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送给方景的一点见面礼，还拉着那个软脚虾，哦，对，就是黄平昭，拉着他一起承认那个扳指是我送给方景的，这才没有被揭穿呢。谢谢你，童青。喂，你谢我干嘛呀？要谢也应该是方景谢吧。哎，他也够倒霉的，嫁进我们童家。好在童家有你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爹已经答应我留下来了。是吗？留多久？永远吗？你也高兴？你要我永远留下来吗？反正童家也就你一个好人，多些好人总是好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永远留下来，让黄平昭一个人回城去。去抓药去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来干嘛？我看病。你能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你看你脑满肠肥，四肢发达的。我说不出口，岳父一把脉就知道了。明白了。消耗过度。我消耗还过度？不是吧？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先别急。你呢，以前是休息少了，消耗过度，才导致如今气虚肾亏，阳刚不济。我可说对了？岳父救我，这可事关我跟童青的幸福。我呢，可以治你，但是你自己也得愿意配合。愿意，愿意。那好，开了方，抓了药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先回省城去。为什么？那我要是治好了病，还有必要跟童倩分开吗？当然了，一要对症下药。二来呢，要调养生息，所以要先清心寡欲三个月之后，再观其效。啊，三个月，这么久啊？你愿不愿意配合？配合。我要再不配合，童青真的不要我了。进来，爹。你找我啊？把门关上。爹，平昭明天就回省城去了。嗯，是啊，明天早上一早就走。你就这么不喜欢他吗？嗯，比这么还这么呢，我一点点都不喜欢他，他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那高丽天就有啊。爹，青儿，爹知道平昭降不住你，可认那高丽天是个有再多本事的汉子，你是待嫁之身，公然和他交往，
让别人如何看你，说你？我不在乎。可爹在乎啊。真要交往，也只有两个办法。一是等你恢复了自由之身，二是。是什么？把他叫到家里来。可以吗，爹？总比你们每日在外私会，让乡亲们议论好吧。带到家里来，就是童家的客人，家里人都知道，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。太好了，还是爹聪明。哎，我这可不是鼓励你不守妇道，我这是就近监管，在眼皮底下，总好过背后闹笑话。知道啦，爹。知道你为什么要我提前来一小时？你是觉得在家里面人多嘴杂，过来先多说几句提几话，对吧？啊，提几话？你那些花儿、鸟儿、鱼啊、虫啊什么的，都看好了，走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在家待着啊，会闷死的。哪好玩去哪儿，好吃好玩的都别错过啊。我不去，我要等你回来一起去。哎，别，千万别等我，千万别等我。你呀，哪有乐子去哪儿啊？赶紧走，快，走。同庆。我知道，三个月的时间，久是久了点儿，但为了我们一生一世的幸福，现在分开是值得的。三个月之后，我保证在那七出里，我一出也不出了。啊，哎。时间到了，赶紧走啊！走，快点，快走吧，走，快走，再见，快走。冬青，哎呀，行了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重振雄风的。啊，好，冬青下大雨，快点。车夫，去机甲马队，快！好。高丽天，高丽天，是谁啊？高丽天，童小姐，你找高丽天呢？他人呢？他是谁啊？挺漂亮的。是啊。干嘛歪鼻子斜眼的，没见过女人啊？哎呀，放开我，丽天，你放开我，丽天，你别拉着我。哎呀，放开我。你说你个大姑娘家的，怎么净往男人堆里扎呀？那妓院里都还是女人呢，你们男人干嘛都喜欢往那儿跑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拿我的兄弟们跟妓女们比啊？你呀，还别不服气，要想当妓女还得有几分姿色呢。我刚才啊随便这么看了看，不错，你的弟兄们个个都还是些精壮汉子，要胳膊有胳膊，要腿有腿的，看起来呀卖相甚佳。你这种女人真拿你没办法。说吧，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自由啦。自由？对啊，黄平昭啊已经被我赶回城里去了。好啊。就这样啊？不然要怎样？喂，我可是一大早把他送到码头，马上就过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，结果你还这么冷淡。哦，好。走吧，我们今天上哪儿逛逛？哪都不去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自由了。就因为你未婚夫不在你身边，所以我们做朋友更要把握分寸。我成天跟着你出去瞎溜达，到时候乡亲们看见了会怎么想？到时候飞短流长的。好啰嗦。
走啦。哎呀，哎，你别拽我。到我家去啊，那里就不会有飞短流长了。去你家？你想啊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嘴，但自己人的嘴就不怕了。去童家？你放心，我们家很欢迎你的，连我爹都亲自说过，欢迎我带你到家里来做客。走了，快点。哎哎走啊！你看，这是我们家的客房。哎，小花，中午交代下去，添副碗筷，再加两个菜啊。是。丽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的厨子啊，可是我爹亲自从省城请回来的呢。来，我带你看看我爹养的鸟。这些鸟啊，除了要喂小米和蛋黄，还要加上桂皮粉。所以啊，毛色才会看起来这么鲜亮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小喜，小喜，又出来了，小喜，小喜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吃一口吧。烦不烦呐？自己去吃。哎哎，小喜，哎，你别跑啊！小喜，你慢点。小喜，小喜，小喜，你又不乖，乱发脾气。这下不用吃饭了。要是让娘知道了，又该骂你连碗都端不稳了。你还说，哪还有碎片？不清干净，万一扎到我的脚，你就完了。你就不会帮帮他吗？怎么会轮到我呀？你，啊，丽天，丽天，你是客人，要下人来弄吧。啊，哎，来人呀！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让娘知道。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别扎到手了。走啊，丽天，我带你进去啊。喜欢他吗？他应该知道，他是有了婆家的女人了。不像话！工人把皮肤带回家了。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就多一个人吗？至于这么劳师动众的吗？二姨娘。小姐说这是她的贵客。贵客啊，哈，姑爷在的时候也没见多添几道菜啊。我去跟老爷说，把野男人带回家来了，非扒他一层皮不可。哟，二姨娘你也在？哎，菜都做好了吗？老爷说再温上两壶酒。哎，知道了，老爷回来了。哦，是二姨娘，老爷说中午回家吃饭。哎，都快点啊，老爷说别让客人久等了。哦，啊，好，好，老爷。知道有客人，是二姨娘啊，我去忙了。娘，饭做好了，要给你端进去吗？不，家里有客人，我当然得陪在边上。是。哎，慢着，小喜也上桌，你在边上伺候着。慢点。来，请用，请用。啊，好。老爷，太急了，来吃菜啊！吃啊，丽天啊，请用啊！谢老爷，真是贵客登门，我是专程从鳝鱼塘赶回来的，咱们一醉方休，来干，敬您。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热情啊？老爷。哟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小喜上桌给你爹吃点儿。来来来，小喜啊，过来，这边坐。你是男人嘛，上桌吃饭喝酒天经地义的事，喝点酒啊。嗯，不过女婿也行。哎，咱们家女婿没在啊。哎，
平常什么时候走的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今天一大早走的吧？对啊，我送他走的。嗯，这人一走啊，茶就凉。小喜，你可得把你媳妇儿看好了，别你前脚一走，她后脚。芳姐，盛饭呢？是。方锦，坐下来一块吃吧，一边站着。高少爷，我这房啊规矩最重了，谁该站着谁该坐着一点都差不得。想当年我们家老太太在的时候，我挺了个大肚子硬在桌边站了一年，这不母以子为贵，有了小喜啊我才上得了桌的。童喜今年才九岁，你让他站多久啊？一旁慢慢站着呗。方锦，小喜爱吃鱼，把鱼刺给他剃一剃。哦。你站住！娘，这回我非告诉季大叔不可了。娘，童家的女儿说童善群欢迎高丽天，他干嘛欢迎他？一不能收他做儿子，二不能让他做女婿，欢迎他一定有蹊跷。哎呀，我不相信丽天会背叛季家。娘，你别忘了，高丽天喜欢的那位方姑娘现在可是童家的新媳妇儿。童善群不可能利用媳妇儿来色诱丽天的。那如果是高丽天自己愿意的呢？这要是投靠了童家，他就可以长时间跟他心上人见面，也可以稍解相思之苦了。来来啊，请喝茶。嗯，哎呀，我童善群平生最佩服有本事的人。童老爷，您过奖了，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。哎，呵呵，你要是没本事，那季海清会那么器重你？我自幼在季家长大，他信得过我。嗯，好一个信得过。人与人之间交往，这三个字可是来之不易呀。小兄弟，我若也有心信得过你呢？他用心来跟你交心换铁，说穿了不过是个空泛的大帽子。李天兄，你在季家马队实际上获得了什么？我不在乎实际上获得什么。嗯，你可以不在乎，因为你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。可是他要真的看中你，他得替你在乎。可结果你在季家马队钱没挣到多少，实权也没有，责任反而更重，这是对的吗？童老爷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小兄弟，咱们明人不讲暗话，你来替我跑货，月俸由你来开口，每趟货的十分之一归你，你跑得越勤，得到的就越多。蜀中每季都有批发市场，你拿的货往那儿批，就是属于你的额外收入。两相合算，你既有稳定收入，又有自己的营生，这不比待在季家好得太多了。童老爷，我高丽天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你看错人了。告辞。年轻人，不要想得太多了，不见得别人也是跟你一样的。你也不用急，再想想，想好了咱们再谈。
天，我爹找你干嘛呀？啊！你以后少来找我，我就说你们童家没一个好东西。我，哎，你得失心疯了，这么凶巴巴的干嘛？喂，我。爹，爹，你究竟跟高丽天说了些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怎么会没什么呢？一定是你把他给气走了，他本来就不想见我了，现在更有理由不理我了。倩儿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？我喜欢他，我喜欢喜欢喜欢死他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呢？女人家的，女人家也有七情六欲啊。我喜欢他嘛，我就是要征服他。哎呦，生错了，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，家里多个帮手，有些事情我也可以跟你商量。那你现在也可以跟我商量啊，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啊，比如说你刚刚究竟跟丽天说了些什么呢？爹，我呢，我希望他能替童家做事，而且是以高位重利相诱啊。您瞧瞧，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，什么高位重利他根本就不在乎，他有自己的原则，爱憎分明，是个男人，像条汉子。你这么说，你也赞成他为童家所用？我太赞成他为童家所用了，我更希望啊，他能够为我所用。他能成为我男人的话，那公私两用，岂不妙哉？青儿，那爹可就得看你的了。你呀，就放心吧，爹，我一定会让他喜欢上我的，总有一天他会为了我而留在童家。爹，您就等着瞧吧，这生女儿啊，可比生男孩管用多了。嗯，青儿。来，天哥，你真打算要走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还不是宋少川说的，他把你去童家的事都告诉季大叔了，他还说你的心已经不在季家了。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家伙。小六，我告诉你，大叔他是个好人，你要好好帮他跑东北这条线，知道吗？天哥，你不会真的想离开了吧？我要离开一阵子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。方兴，天哥，秀儿，天哥哥，秀儿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丽天哥，我姐姐出阁的时候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，连我爹娘都不敢去看她。有几次我上善鱼堂去拿药的时候，我也不敢问童家人她究竟过得好不好。她不好。难怪她连回门都不敢，我姐真的太可怜了。秀儿，这封信你一定要亲手交给你姐，只有你才可以跟她独处。哥哥给你在信上写些什么？究竟写了些什么？非得让我亲手交给你？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让我拿一封空信给你呢？天哥哥，天哥哥，他写了，跟我说了很多很多。娘，还是照往例用丝棉衬里做件夹袄吧。那颜色呢？我看还是秋香色。你说这领子还是？娘，我爹病了，
谁不知道他是个病鬼啊？是来要钱的，还是来抓药的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娘让我妹妹来，让我回家去看看他。不行，我可没说不，你丈夫先说不行了。求您了，让我回去看看吧。你回去了，我怎么办？干嘛？被他下了咒了，离不开了，真没出息。小喜，不然你带我一块儿回去，都说乡下好玩，我一次都没去过呢。啊，不，你别。怎么还由得你点头摇头了？他是你丈夫，愿意陪你回娘家那是给你脸，你还嫌他给你丢人不成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么就带他一起回去，要么谁也不准回去，再磨蹭你俩谁也不准走。小喜，小喜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嗯，我求求你了，乡下不好玩的，又脏又乱，你住不惯的。哼，哎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我要去告诉我娘，说你非不让我去，你也别想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跟娘说，我带你一块去就好了。小翠，哎，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姨娘，少爷要出远门，你给他带几件厚的衣服，嗯，让他媳妇儿给带上。嗯，是。我说姨娘啊，我可真为您打抱不平。有话一次性说。我的意思就是啊，你看这第一次提亲的时候就是大奶奶去的，这后来下聘礼又是她一个人亲自去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我也不是说要提，您看吧，我就是觉得你也应该亲自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去亲家家呀。哎呦，那又穷又破的乡下地方啊，脏死人了，我下了轿都不知道这脚该往哪儿踩，这才显得您的尊贵，御驾亲征，到时候也让他们知道这正牌的婆婆是谁，免得每次大事小事人家看到的都是内房，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您是谁。二奶奶，这是上一季乡下佃农的租金，请二奶奶过目。现在时局不太平，单文名下的那些地是不是要另行处理，所以咱们要重新安排，这才把你请到大厅来。一切都按照大哥的意思做吧。时局有了些变化，这变化了，所以咱们也得跟着变。比方说小喜啊，到了该读书的时候，是把先生请到家里来教呢，还是咱们把孩子送到学堂去？哎，小喜呢？啊，跟方景回娘家去了。方景说他爹不太舒服，想回去看看。行嘛，让小喜跟着他。老爷，应该没问题的。方景啊，挺仔细的。老爷，其实我也挺担心的。虽说不是很远，可毕竟是小喜第一次出远门啊，我这做娘的心里有多担心呢，我多想去照顾照顾他啊。你跟着去恐怕不太合适，哪有媳妇归宁带着婆婆的。哼，我就知道有人不乐意我去。你去是不妥吗？乡下地方你一去不是给人家添困扰吗？招待不周怕失礼，不招待又不对。你要不放心，明天你就派小翠儿伺候着不就完了？小翠能跟姨娘比吗？怎么说姨娘都是亲娘，小喜不在眼前她怎么放心得了？没有媳妇儿回娘家婆婆跟着的，别闹笑话了。母子连心怎么叫笑话呢？我认为姨娘是该跟着一起去的，怎么说她都是婆婆，走走亲戚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老爷，你看看，总算是有人说句公道话了，而且还是从二奶奶嘴里说出来的，那可是句句中肯的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如果是我儿子，我也会去的。
老爷，你就答应让我去吧，我要去陪陪我儿子，照顾他。好好好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他是少爷的命，身子娇贵的很，这一会儿受了风寒，快点洗衣服吧。好好好好。玩野了吧，叫你不要去玩水你还不听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。乡下真好玩，明天啊你就给我乖乖待在家里，哪儿都不许去，知道吗？姐，我不能去。姐，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见他吗？你放心，同喜有我照顾着。可是我好怕。不用怕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我连娘都没告诉就告诉你了。不是的，我怕的是我自己，我怕我管不住自己的心，我怕我管不住我的双腿，我怕我一见到他我就会不顾一切的，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跟他到天涯海角去。秀儿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告诉我我的先生还在里面睡着呢。放心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。醒醒，醒醒。到了吗？还早呢。哦哦，什么哦啊，等一下你到了那儿把架势给我摆出来，别让我丢人呢。知道了。还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？有人吗？我问你呢，你问我。我就不让大房提前通知他们，我来是出其不意，到了那儿看看方景有没有好好照顾我，我查得他措手不及。知道的。方锦，方锦，方锦。为什么不做回头教？你做了回头教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怕他会死。那你宁愿做寡妇，一辈子留在童家，也不愿意跟我走吗？不是的，当时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就是因为我们把他耽误了，结果他死了，我一定
辈子都不会安心。我只想求老天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如果他活下去的话，我就愿意留在童家一辈子。可他对你不好，我都看见了，他折磨你。没有，其实我过得挺好的。你过得不好，你过得不好，过得不好，你所有情形我都知道。同庆他告诉你的，对吗？对，是同庆告诉我的。那你还为我担心什么？既然你这么信赖他，把我交给他不就好了吗？小姐，你在生气？我哪有什么权利生气？不，你就是生气。你看着我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不，你没错，你没错，错都在我。我既然已经嫁了人，我为什么还要欺负我？我为什么还要想着别的人？可是，我看着童庆姐，她对我说。我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那么的高兴，那么开心。你们聊天，你们骑马，你们说心事，你们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都碎了。小姐，不，我听他说着，我的心就揪在一起。我好想大声地说，你哥哥是我的，你哥哥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。我是你，我是你的。你喜欢他？我喜欢他。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让我知道，女人也有争取自己幸福的权利。他不喜欢他未婚夫可以离开他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休掉丈夫。对，小姐，你可以的，休掉丈夫，离开童家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成就好你